心恩怨气该多断，尽力避免心不安。尊公，毕竟为佛门的千里辛苦又如何？一匹青绵的马，搁较如何力行千里？也只是落地枉费利益啊！思想难解难明啊！想到当初天地国真地三藏大师，原来中土历时数年，在颠沛流离之中，一出《涅槃圣论》以及《舍论》，开启后世《涅论宗》。一记下中，只可惜唯识的根本经典十七地论，因为战乱并未遗传。六十大师尚在人世，不知有多好。在中土找不到答案，就只能前往天地。相信在佛教的法源地，一定会当找出到唯识的真谛。大师啊，当初你东来易经，如今我西行取经，但愿你普海远道的精神护持，助威识进发，在中土弘传。
云大师祝行弯道，公算福运。信啊信啊！感恩大师愿意接受刘国的邀请，愿愿下官奉旨以赴南国，应回佛法经的使命。下官心中的感谢，已经是难以用言语表达了。宁静，我要代表中土佛教界感恩大师，相信在大师殿上做事，原本经典欠款，一刷魂气乱上，一定会迎来曙光。现在，现在，这一切拢是佛言的安排呀。承蒙大师慈悲，杨哥下官真好奇，大师你不知是远行到湖南，甚至又阁愿意远渡到净土，唔知大师为何有此等渡海方法的大愿呢？是功德化佛，或者是怨恨，总会令我受起一位善知识啊。安抚中内所害，也是圣梦伊所看见因缘呐。
亲来见。大乘佛教的代表，竟然是年纪这小的沙弥。这位小沙弥受过那咱多时的教育，肯定不是普通的人物啦。这场辩论外多论述，那是肯定，那呢就大错特错了。欢迎起灵，心过天涯的。好，众神护持，祭祀万民。现在，卡叔，你的主张只是如此而已。那呢，我已经赢了。你讲什么？众神有必有你的大主大人，岂需要人间错乱的祭品？甚至若无祭拜，就随意降祸于你嘞？有道理，神哪会需要人的物件？直破重点。那呢？你讲看卖，无靠祭事，不信众神。佛教到底是在求什么呢？佛法重视的是解脱之路，应离轮回之苦。因缘果报，所以理解
命运是人自造，不是天注定。若是会当借由修行来转化命运，甚至了生脱俗，这就是佛教上殊胜的所在呀。原来命运的政治是由自己亲手栽培，不是由神明决定的。国王，我承认我输了。修三米了，五米了，太厉害了！真好，真精彩的辩论。本王宣布，从此过来，奉旨伏法，禁绝越道。现在，两位请。行行行，咱来去礼敬小沙弥。好。请稍等。你敢有看过这个人？无。这是什么人啊？没看过，咱来行，进来行。佛法是何等的美妙啊！这位小沙弥也能辨赢外道的论述，这都是真理的力量啊！修行者，请问你敢有看过这个人？这个人，伊敢不是外婆兄啦？你是彩王子啊？哦，阮其实是幽深尼国的军师，请问伊即摆伫咧倒位？我嘛是幽深尼国出身，也毋过我十几年无看到伊咯。哦，安尼啊，哈，感谢。行，咱去别个所在看卖。外婆孙呐，十八年了，你敢也未倒转去是？当初你放弃王位，直立虎门。无亲像我，死这多年，才皈依三宝。Oh!
你敢知影这几座宏伟的佛塔是啥物人起的？听讲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。我非常钦佩伊的作为，造塔、盖山、集结经典，尤其是伊派出无数的传教团，护佛教将全国性的宗教变成世界性的宗教。不过，伊所起的84000塔，如今大部分只存是画瓦残砖呐。每一次看到这破塔残石，我就激烈，一定要继续阿育王的精神，弘传佛法。啊，王子，但是我是婆罗门。你是擦得嘞，国王敢会同意你合婚？我已经决定，早晚有一天我要离开王城，出外合婚，向阿育王看齐啊。其实我甲你有共款的想法。好，我果然无看唔到人啊。阮刘国的君主有菩萨皇帝的称号，到处下心出家。我相信，伊会全力扶持你易经甲弘法的心愿。菩萨皇帝吗？